而我作为驸马，愿你亲征，以公主马首是瞻。驸马熟于兵法，又善谋略，确实是出征的不二人选。驸马想的果然周到。没有哪一个。好，我会说服朝堂选你为统帅，金英姬也可以给你。只是，公主有何条件？陈然想要的，驸马自然清楚。若他日天下尽归我所有，公主，你则是母仪天下的皇后。但在你真正夺取天下之前，须得保证你幽州的独立。你可同意？与公主相处的久，马斯特夫，公主的与众不同。乌达乌达来都。还望驸马继续坦诚相待，不忘今日之诺。虎符在此，驸马替父王亲征，全体精进，先同驸马。拉姆尼罗基。来的。大王重伤，是谁为主？今日中我的军队领军，这一战我与你们共进退，必为大王报仇。大败风云境，一雪前耻。为大王报仇，一雪前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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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Tiga minit, 31 saat. Wang Chao 统帅率领幽州金衣纪五万大军前来。Okay. 王朝亲自率领中军，左右翼殿后五丈，看来。他是一定胜负了。皇朝还没有出动他的征天计。从进幽州以来，隐身水系始终无法打探到征天计的消息。看来他是想保存征天计的实力，消耗幽州的兵力，磨损我风云系。只是他越想这么做，你就越不能他们的人。风心云好像在等什么。他在等我们的破绽，他在等，那我就亮相给他看，先下手为强，杀他个措手不及。金衣姬这次大败，太可惜了。血凤阵果然名不虚传，不是无缘。看出什么破阵之法，以兵试阵虽不可取，也只有这个办法。他们展露的越多，我们就更知道该怎么去应对。金鸡已入凤尾，综艺广场又一架枪保守。是。有鸡。金衣姬已被围困，左侧突围。